我们俩去坐地铁感受啊，哎，深圳的平均年龄肯定很低，对不对？非常年轻。这个城市里面大多数都是在这里打拼的年轻人，对，老年人很少。而且深圳应该是个移民城市嘛，所以它有来自天南地北的，就是全国各地的人。你在路上很少听到说广东话，就说粤语的反而很少。就去这个广州跟深圳区别很大，都说普通话。我以前去深圳的时候，我见大量这年轻人都是找人去合租房子。第一是深圳这个收入啊虽然高，但是消费也很高。深圳今天已经是全国人均 GDP 大概最高的地方了，因为它更年轻，创造力更强，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，所以租房子更适合。但是一个人租一间房子一般都不太可能，都是得靠别的人共同来这个租房子住的。咱们去看房子吧，起来啊，找啊。好房委托人中山大学三朵花找房要求，委托人希望离地铁近，交通便捷，到工作地的通勤时间在40分钟以内，三间卧室，卫生间干净整洁，附近有公园或健身房，可以跑跑步。他们准备拿出各自月收入的30%作为房租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挑房子的难度是在于我们要做选择，就是因为他们刚刚大学毕业，对，没有多少钱，那到底是要住的品质呢，还是要实惠一点呢？其实这是要做个选择题。我觉得是实惠吧，我也觉得是，我也觉得是实惠，因为压力太大，说不定用的都是父母的钱啊。没错，是。所以综合起来，其实这次找房的任务真的其实蛮艰难的。到深圳，我们应该到这个贝壳平台店家门店。哎，这一家门店与众不同，这是深圳最美门店。你看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一长溜的这个落地门窗，正好进去看看。去找金牌经纪人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贝壳平台链家经纪人徐海伟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胡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老板啊。那我给您匹配一个房子哈，嗯，您可以点开地铁找房，然后会有一个各个地铁线和地铁站。哦，所以可以按几号线几号线这样找。我们点开1号线的车公庙站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地铁找房真的很方便，省时又省力，通过这个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地铁沿线的房子。对对对，我通过地铁找房给您找到了几套地铁沿线的房子。那我们可以去看看吗？可以，现在带您去看一下。OK， 走。没有，这是华南最大的购物中心。我知道这个地方，我来过啊，特别大。那个房子在这有房子吗？对，在那上面。啊，是在这儿找房子？对啊，房子真的在上面吧？不是写字楼吗？不是不是，那咱们去看看呗。行，走，逛个商场。帮女郎队一号房源位于深圳宝安区，宝安国际机场。也位于该区域，该房源楼下就是深圳最大的购物中心，小区自带空中花园和健身房，楼下地铁入户，穿过商场即可乘坐，距离委托人的工作地20公里，乘地铁约需32分钟。哇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房源，有没有很美？而且我们是上到3楼，又上了2层楼才来到这儿的。对，而且这个小区的下面就是刚刚我们拍的那个商场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儿童乐园。哎，我喜欢这个房子，很新，这个楼盘。这房子好啊，小徐。行，真不错啊，这个外部环境。对。哎，这离地铁近不？对，地铁楼下就是1号线跟5号线。妈呀！对，1号线就直接去。对，车公庙的。车公庙。对。走，它基本属于地铁入户。对，下了地铁就商场，商场上来就是房子。哎呀，不错啊，太棒了，蛮好的。哎，这个好，特别适合合租的这种电子锁。电子锁，适合经常不带钥匙的人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正规三房，三个房间都差不多大。这是样板间吗？不是，它装修成这个样子的。哦，我以为是样板间呢。挺清爽的哈。对呀。这个房子一共多少平？一共100平。几室？3房1卫。帮女郎队一号房源位于深圳宝安区新湖路，是101平米的3室1厅，25楼，有电梯，房龄1年。
哦，这家没有飘窗。最完美的就是它三个房间都差不多大，对，比较平均。这虽然没有飘窗吧，但是也不小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哎，挺好，这是干湿分离的嘛。哎，这个浴室也挺大的，你看。我猜这个房子环境这么好，配套这么好，又有健身房，又有空中花园，三个房又明亮，又有窗户，有厨房，这个预算应该超挺多的，大概超了30%吧，30%，一人分摊10%，就是如果他们自己的预算再各自再涨一点点。帮女郎队一号房源是购物中心一体化大三居，楼下就是深圳最大的商场。足不出户即能满足生活娱乐全方位需求，小区自有空中花园，配备健身房、游泳池，楼下地铁入户，交通极为便利，具备可视化门禁系统，安保设施完善，全新装修，时尚精致，三间卧室空间分配均衡，非常适合三位委托人合租。美中不足的是租金超出预算30%。